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哇，今天我们玩什么样的游戏呢？我看摆了这么多保龄球。对，那知心姐姐，我觉得应该有小朋友们经常踢足球、打篮球，但是很少玩保龄球吧？这个对他们来说应该很新鲜。对，哇，真的是缩小版、小朋友版的保龄球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亲身示范一下，小朋友们看一下保龄球怎么玩，非常好玩。那我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什么呢？谁是球王？对，我们要 PK 一下啊！那今天看一下，到底我是球王还是 Coco 姐姐是球王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那各位小朋友一定要记得关注爱玩具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订阅我们。对，还要在我们的微博视频下面给我们留言评论，然后给我们点赞。那我们呢也会抽取幸运的小朋友，送出非常好玩的玩具的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赶紧开始吧。哎，知心姐姐，在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想考考你，知道这个保龄球的这个玩法是什么吗？它的规则？应该是，哎，你看，哎，你先别说，我考考你，知不知道什么叫全垒打？有没有听说过全垒打？但是把所有的这个全部打倒，这个瓶子，对，就要用一个球一次把它们全部推倒，其实是很难的。那我们先来第一次的挑战吧。比赛规则就是这样，我们每个人掷这个球三次，好，然后看就是三次加起来谁打倒的这个保龄球的数量最多，谁就获胜。好，那我先来，金姐姐呢先来，对，先找一个姿势，然后拿球。哎，哇，三个保龄球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，这三个隔得太开了。对，那你把它们摆好。好，把它摆好。好，然后再到 Coco 姐姐。 Coco 姐姐回来了。那知心姐姐第一把成绩真的不错了。那因为我们场地有限，所以只能选择这样的姿势。如果小朋友们真的去打保龄球的话，可以有一个助跑。那 Coco 姐姐开始第一把，看能投中多少。两个，所以知心姐姐领先了，对不对？到时候要给自己鼓鼓掌，还是不错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是知心姐姐。哎，知心姐姐又来了，知心姐姐换个姿势，我坐着来投一次。哇哦，加油！坐着啊，我希望我这次有全垒打。知心姐姐在闪转腾挪，寻找最佳的位置。哇，是两个，不错。哇，Coco姐姐这次要来一个全垒打，嘿。哇，两个！哇，最后一个回合到知心姐姐了，最后一击是否成败在此一举？哦！哇，来看一个破鞋，五球，来看一下，各位小朋友，太棒了！哇，那我现在压力好大呀！哇，知心姐姐，你刚才是怎么打的？怎么就蒙了五个球？好吧，我来。来介绍一下下一轮的游戏规则。哎，那下一轮就厉害了，我们就摆这里六个保龄球，看谁用最少的次数、最少的球把它们全部打倒，谁就获胜。那我今天要给你一个认输的机会，您先来，我先撤了。那我要是全垒打球王就是我的啊，全垒打球王就是我的。没关系，没问题。哇哦，其实有一点点小紧张的。3、2、1，哎，打得可真好呀！啊，怎么回事？来，给我一个球，嘿，啊，好棒！哎，撞倒，差一点点。好，最后一个球，噔噔，耶，三次。对，Coco姐用了三次。就把它打倒了，让我全垒打，不中，一个不中，哦，没关系，哇塞，中四个耶！我可以把那个瓶子拿开吗？不可以，哎呦，手不要害怕，啊，哇，所以知心姐姐肯定就要需要至少三个球了，知心姐打空。
你别开心的太早哦，虽然这一局我们打平了，但是你忘了上一局的比分了吗？所以今天的谁是球王的争霸赛就是知心姐姐了。知心姐姐通过这个爱玩具啊爱游戏啊这个视频呢，发现我自己原来这么的全能哦，是不是解锁了很多隐藏的技能？是的呢。那我以后要加强锻炼啊，多去练练保龄球。对，各位小朋友也可以在家跟爸爸妈妈还有自己的好朋友来打打保龄球，好棒的，都不要出门就来做运动了。对，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运动项目。好了，那各位小朋友千万别忘记，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订阅我们哦。对，大家也要记得去我们的微博来给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，告诉我们你喜欢什么样的玩具，我们会抽取幸运的小朋友送出去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